我们把这车闯了。 张丰毅，你找过一下刘昊然。你喝点水。嗯，我也没有水。我们的杯子在什么地方？看，找。对，拿出一个，我来。怎么了？告诉你是应该得穿点东西。还在量，不着急啊。 跑很辣，跑快了，你一开始就跑，你又不是百米冲刺，你干嘛背着行李？二叔，他一说，而且一跑快，跑快就照不行，凉风照，里边就是件半袖，太冷了那一下。第一就是一开始没穿，第二就是跑那么快干什么？你一开始要活动身体，要活动的呀，心脏不行，心脏受不了。你这个就是反应啊，你们刚才嘴唇都紫的，啊，哎，温了。 张飞老师很严格、很严谨的，所以说是楷模吧，像爸爸。开始了，从此就开始了。